柯达，记录美好一刻。So we are 现在是晚上6点多，在咱们老贝宁柯市溜达溜达。男人奇怪方式之一，无球投篮。无名的小道。喂啊。好。这是，喂啊。蔷薇。好像是吧。在咱们老柯市很少能看见狗。很少能看见人遛狗。Well, well, well. 介绍一下，成龙先生 ，Jackie Chan。Jackie Chan。这地方不错啊，咱们先来到一家。本市非常有名的泰国餐厅，叫做 Bangkok。哇哦，装修很棒。10万10万分值日可待。能刷。你咋怎么不爱溜达呀？但我。没进来过，不太知道里边是干啥的。反正从偶尔有人进来出来。我们说话是不是影响到大 V 拍摄了？没有。要把这个拍下来。拍了。很有那边特色。这应该都是泰国带过来的。不知道还懂法语的。泰语。看看都是什么语。卡昆卡。哎，你说那个吗？那是帕肉。没有一个懂的，懂的。哎，这算出口，从海南出来，这算怎么样？这道菜，那是相当的地道。不是，走菜了。哇，可以啊。这啥菜？啊？蘸料 ，sauce。点了那种花卷儿。哦，你点了个拼盘吧？我这，你点了个拼盘？谁点的？沙子的。哎，我们的吗？不是我们的。动。这个小木鱼啊，我不知道。OK。我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那怎么。看完了，我走个近啊，走个近。来，你还挺会拍的。视频里是这么拍是吧？看过去啊。你这专业的。来，这个动作咋拍呀？啊？就是拍夹菜的时候。你也有很多专业的。跟着你这筷子走是吧？动画。粉丝先吃。粉丝先吃。谢谢啊。专业。吃啊。吃你先吃。挺好。哎，一定要照做起来。专业的刀叉有用，这个东西一切开了。不是你这样，我容易被骂。没有照做起来。不是，我是这菜。来，粉丝先吃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粉丝夹，你这个多功能啊，这个。这绝对是纯手工花卷，老春卷。随蹦。对，介绍一下，纯手工随便吃。这是我们老泰国春卷。现炸的吗？嗯，必须的，有点烫啊，高温经理。那个是生是不是那个生菜？是不是卷着的春卷吃的？没准啊，是不是的？是的，正好这几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哎，春卷没吃完，抓紧试试。不错，香吗？是的，麦熟里嫩。麦熟里嫩。来，第二轮，先吃一下。偏各位了。
观众先吃，粉丝先吃。不是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你让你让你。刀刀刀。来吧，这个放这儿吧，够得着，够。他待会儿还好，你们不夹，他们没有镜头了。对对对，我得拍你们夹。有点造作，这个啊这，是炒的菜吗？谁不？这里那个，这是咱们泰国名吃啊，东阳。感觉跟那个海南那边的那个河粉不错。你上传那个视频。为啥它不清晰呢？清晰多，还是我网的原因？嗯，你是拿什么看的？电脑啊。什么平台？是 YouTube 还是哔哩哔哩？如果是哔哩哔哩，你哔哩哔哩的链接要进去。如果哔哩哔哩就不清晰，因为啊。还不错。跟我们那边的鸭有一点点像，在食堂做的呢？啊，跟那食堂做的，味道很可以。在食堂做的，跟那食堂做的味口味怎么有区别吗？食堂有点硬。羊排啊？对，这个你，哎呀，这个，谢谢峰哥，太客气了。看你挺忙的，手也折腾不开，我。高工钱，多高尚。那不就是今天我点的那炒面，炒饼。哎，是炒面吗？我说看了一下炒面，怎么样？这么大一份儿吗？我靠！尝尝这个。哦，蒜香排骨。国内吃的像那个鸡柳，或者叫什么那个，也有下来吧。这是我家的，咱应该是腌了之后吧，腌对，同时腌，要不然这里头这些肉都烂了。哇，这么多主食。也行，很大。这个教给老师了，回去温习一下。